巅峰局，错了，是粉丝见面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太。那么这一期视频的话，给大家带来是一个巅峰对局。那么这一把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在开玩笑啊，说哎是你粉丝，可能就是说着玩的。不过这一把的话，我感觉队友打的也是不错的啊，没有队友的配合，简直是非常非常难打。因为猫女这个东西的话，确实不太好溜啊。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么开局的话，我直接撞脸上，那么确实打得不错。那么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来下一波啊，下一波。这一波不知道该做啥。我炸猫了，这个猫是冷空的。不要闪现了！哎，应该进板子上砸一口的。有弹射性还行。邮差跑了，这是邮差吗？把他放狗咬了，邮差咬他了。我操！我就知道，幽闭很聪明啊，这不幽闭很聪明啊，我觉得很聪明，非常聪明，因为他知道要闪了，你知道。但是我是没有办法，我秋季没毛病，你知道，没有任何毛病。秋季没任何毛病，因为我没有用，你知道，我还不多修点电机。要死了，要死了。送信啊！他知道闪现了，你知道？他这波扛到了，因为快亮了，他不敢贪。不敢贪的，他不敢贪佣兵，因为他佣兵的话可能找不到我。这哎，木屋没补啊！啊，他的新的，有人慢了呀！我靠，流成这样还不够吗？那闪现都快好了，飞轮掉了，飞轮都好了。只要有机会，但是下个猫不好说，我们得赶紧找窗户，这波得一会回去了。可以，很聪明，这佣兵。可以，这佣兵不错，直接开。看他挂不挂，挂的话来得及啊。直接点够的。